第十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除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“禹不暇于不顺。”放太甲于同，名大月，太甲贤，又反之名大月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。禹。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”